田北俊議員。主席，我話講翻今日嘅主題啦，即係財政預算案嘅處理。即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咁多年嚟嘅運作，我哋可以見到同好多外國地方係唔同嘅。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，我哋嘅税收收咗翻嚟，就係香港去使，即係同其他啲省市係唔同，就唔需要上繳中央。兼且咧，好多關於國防外交啲嘢咧，就中央幫我哋支付咗。所以事實上，我哋處理我哋香港嘅財政預算啊，就係喺邊度揾錢，跟住喺邊度使錢。當然，當咁多年嚟做得好好嘅情況之下，儲咗好多錢，我哋點去投資？點樣令到投資啲錢更加多啲？咁樣之後就點樣樣去令到香港更上一層樓咧？正話發言嘅幾位議員喺關注教育嗰方面咧，我係同意嘅。我覺得教育嗰方面係一個投資，但係我哋都留意到，你教育投資咗，但如果商界我哋嘅經營環境不善，係冇經營環境去叫我投資咧，你教育多多大學生出嚟都係冇用嘅喎。歐洲、美國幾多例子，大學畢業生攞埋博士學位喺度揸緊的士啊，做緊即係暫時做緊企台啦，即係代表都揾到兩餐嘅。所以我覺得今時今日我哋香港所要關心嘅，就係到底我哋點樣樣令到商界有更多為香港發展經濟揾錢嘅機會。馮劍基議員行開咗，啱啱佢講嗰啲都係好建議，不過嗰啲又揾唔到好多錢，製造唔到好多就業機會。我覺得香港嚟講，我哋嗰幾個大嘅支柱，即係金融啦、地產啦、出入口啦，同埋旅遊，對我嚟講仲係重要嘅經濟支柱。特別係最近旅遊呢一範，好多其他國家喺度不斷嘅吸收遊客。譬如最近我都留意到啦，英國改咗24小時簽證，點解？因為佢唔夠法國搶遊客。內地啲遊客好多而家直追去咗法國，就唔去英國。英國即刻為咗搶內地嘅遊客去英國買嘢，改為24小時簽證。同時我哋香港喺度講緊客喎，自由行係咪太多？係咪呀谷爆咗香港？呢啲咁嘅信息出到去，加埋驅蝗行動，事實上我哋已經見到啦，零售生意最近已經跌得好緊要。咁零售生意跌係咪淨係呀有幾位議員關心零售生意跌，所以啲金鋪俾唔起租，咁呀啲租金跌，咁就值得開心呢？我覺得你要擔心嘅就係大部分喺零售入面做嘅售貨員，好多除咗個底薪，其他嗰啲係靠佣金嘅。第一件事而家受害緊嘅就係喺零售鋪頭做售貨員，而家收入除咗底薪之外，靠佣金嘅售貨員。你睇睇啦，好多佢哋而家揾少好多錢㗎。咁我哋關心佢哋嘅過程中，香港人我哋嘅購物嘅能力係有嘅，係咁多，係有限。如果我哋多啲遊客趕走曬，調翻轉頭話夠嘅話，未來我哋經濟靠咩咧？房地產又係喎，房地產咧，對唔住主席，我應該申報下利益，我係有從事房地產嘅生意㗎。第一，啲樓而家起唔成，點解咧？冇工人，而家起公屋又唔夠工人，我哋自己私人樓又唔夠，加埋你睇下我哋而家嘅基建，我覺得而家地鐵最大嘅問題，西九最大嘅問題，好多人唔想講啊，係唔夠工人啫嘛。如果你話好似當年咁，我哋起機場，政府輸入幾千至一萬嘅入口勞工，淨係起公屋或者淨係去起港鐵、高鐵、沙中線，包埋我哋西九，我相信呢啲係好快起得成。起成之後，商界有投資嘅機會，投資嘅機會製造更多就業嘅機會俾香港市民。所以呢個唔係話一定輸入咗啲建築工人，令到我哋啲基建起快啲，就一定係搶咗香港
建築工人的飯碗。而家我哋咧香港有錢啊，陳局長喺度，但係咧除咗有錢，世界啊好多國家就冇錢，大把人冇嘢做。我哋掉轉頭，政府大把錢，但係使出去嗰陣時係咪使得其所呢？我覺得我哋唔係嘅，今日大大浪費錢。最近我哋蓮塘口嘅海岸180億加多60億，呢錢係咪倒俾人哋㗎？有乜理由所有我哋政府啲項目呢一兩年嚟預算嘅錢全部大大嘅超支？點可能咁啫？根本我啲錢嘥曬，我香港咁多年嘅積蓄係咪嘥咗嘅意思？即係明明咁多錢起得到嘅嘢唔用就咁起。咁點解我哋對輸入內地勞工？如果我哋內地嘅承建商喺非洲啲路都起得，南美啲隧道起得，有乜能力喺香港啊？我哋起樓係起唔成啦。嗰度係為納税人起好多錢喎，起咗慳咗啲錢咧，主席。唔係話商界話要你減税，你咪去退休保障又好，扶助弱勢社群又好。而家我好擔心香港未來嘅發展，就係喺議員嘅辯論之中，全部都喺洗錢嗰邊照顧弱勢社群係要做，但根本唔再顧到啊！我哋未來經濟發展，將來點樣做得好啲咧？係咪我哋啲講高科技？有科技局就一定掂啦。10年前，主席幾位官員可能係新啲啦。當年董生做行政長官，整個數碼港呢啲冇得咁粗嚟嘅。香港啲人係做唔掂嘅，又唔見 Silicon Valley 啲科技啊，全部真係嚟曬香港搞兩搞，數碼港結咗，又變咗一個所謂寫字樓區啦，同埋而家一個豪宅區。而家我哋嘅科學園 Science Park 有好多地方。根本是拿咗嚟做儲物嘅作用，係有啲科技公司最近政府又規劃啦，我剩翻嗰塊啊，掉咗轉頭去起住宅，由科技嗰度咧又話唔做啦。所以我覺得政府喺成個財政預算嗰方面，係咪除咗為咗得到市民嘅掌聲，得到民調高喺度做紓解民困嘅事情咧？自由黨係支持嘅。但同時咧，我都覺得我哋啲官員應該去睇睇我哋長遠嚟講啊，點樣喺我哋嘅主要行業可以發揮得好啲。新嘅行業要，但係新嘅行業都係講字咋？你醫療點做啫？你唔通真係起嗰幾間醫院攞內地啲富豪睇咩症都好嚟曬香港咩？兼且我哋香港醫生自己都唔夠。如果真係起多啲咁嘅私家醫院，做咩手術，內地啲有錢嘅人士可能啊？幾萬十幾萬俾得起，咁調翻轉頭，我哋香港嘅市民又點算呢？除非我哋嘅醫生又同樣又增長，呢啲問題咧，我覺得政府要處理咧，就連翻另外一個話題啦。正話幾位議員都提到嘅行政立法關係，我覺得今屆政府喺行政立法嘅關係咧，係處理得非常之差。唔淨止對泛民所謂反對派嘅行政立法關係處理得差。同我哋建制派亦都唔好得好多嘅理由，就是作為建制派一份子，好多政府嘅政策啊，我都係睇新聞先知道嘅。我啲黨友都話：，幾時有啲咁嘅嘢出嚟㗎？咁如果你話同建制派或者泛民嘅行政立法關係要改好，係咪好多意見係未出之前，大家都講聲嗱，我哋聽咗民意啦。咁當然，如果政府啲政策全部係正嘅。一出街都係掌聲嘅，咁我哋好做好多喎，我哋咪支持咯。但係調翻轉頭，如果政府嘅政策成日出到嚟，市民係有質疑嘅。三個堆填區一個焚化爐，黃局長係做得非常之努力，非常之勤力。喂，香港咁多垃圾點處理啊？係非常好嘅問題嚟嘅，全世界都要處理嘅。但係而家喺咁嘅行政立法關係之中，地區嘅市民係有選票。我哋70位議員全部都係選舉產生，冇一個就係當年我88年入立法局被政府委任。政府你係冇權啊，令到我可以做到議員嘅。我做到議員純粹嘅權喺市民度，功能組別又好，直選又好。咁點可能我哋唔代表市民監察政府呢？如果唔監察政府，乜嘢政府出嚟，我哋都去撐。咁就累鬥累嘅啫，你啲政府撐唔好，我哋撐得你，
我哋下一屆又唔使選，我哋選輸咗又少幾票，咁到時同政府護航咧就更加係唔掂。所以我都覺得個行政立法關係同我哋講緊而家我哋嘅經濟發展，同我哋講緊財政預算案點樣樣去收，點樣樣去支咧，係絕大有關係嘅。今一次嘅財政預算案，自由黨喺一兩個月前已經評論過啦，係幫助弱勢社群係做到非常之到。調翻轉頭，對中產、對中小企，我哋覺得係絕對係唔係好公道嘅。甚至嗰啲鋪頭嘅差餉免開四季嘅變咗兩季，稅收嗰度減個豁免嘅數字又少曬。咁我相信好多中小企同中產對政府嘅成個財政預算案啊，亦都有唔滿意嘅睇法。但係雖然係如此，自由黨都係覺得大局為重。在整個財政預算案，我們都是會支持投贊成票的，但希望政府留意一下我們對商界發展、對製造就業那方面的看法。多謝主席。